今天给你们搂一个不一样的哈，来，我开工啦，来点海底椰，搂一半海底椰啊，来，搂完之后我们的芋圆，哇，太爽了，今天感觉不一样啊，我们不一样，还加一点点芒果啊，就一点点，这芒果不够熟，所以就来了一点点，来加一点我们椰酱。这种感觉真爽啊，干它就完了。来，我们的夏天必备的啊，搂它，哇，想想就觉得好爽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就是这个味，嗯，太爽了，这个你们也可以去做一做，超级好吃，真的，吃到你爽到爆。